皇后坐在了你最想坐的风位上，你仔仔细细的。《如懿传》女主角周迅饰演15岁的晴雯格格，声音过于低沉有磁性，被网友吐槽有严重的烟油嗓。要不是阿玛和姑母他们偏叫我去，我才不会去。尽管演技有水准之上，加上已是熟女年纪和还未登基的乾隆打情骂俏，还有出眉妆法，视觉听觉都让人感觉超不搭。不止妆法，书画不断被网友拿出来与《延禧攻略》较劲。你要学会耐心的等待。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延禧里皇后娘娘衣服一件就花半年时间打造，嫔妃宫女头上绒花，个个精雕细琢，女演员眉毛更修成细眉。反观《如懿传》里头饰、耳环、配件，还被网友揪出不只有廉价塑胶品，还搭配米老鼠坠饰。世事不会尽如人意。延禧占了先播契机，20号又传出未播出的集数大量外泄，甚至已经可看到大结局。电视台紧急发声明，散布传播尚未播出剧集内容行为都已经构成侵权。两部片同时开播，网友毒舌不断，挑毛病，看好看满判优劣，两剧要分高下，还有得等。记者杨格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